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德。正想说最近那几间专产垃圾游戏的厂商没整什么新活，然后目前有广告推送游戏，之前也都讲过了，而该区被割韭菜也自行上门报道了。反正确认就是，本来就不是我的兴趣跟义务，不如继续散播欢乐、散播爱，让各位看得快乐。而正当我以为最近的乐子变少了，害我还烦恼了一下，以为他们是不是要转换思路的时候，才发现是我错了，原来只是要给其他厂商做球啊，好凸显自己的烂，并不是市场唯一。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快乐代表，第一款十字海。一看这取名既保有九九十字海，还有那款换皮换名 MAO 的十字约，那肯定内容也非常具有魔幻性。但先别急，我先急，还是要先稍微介绍介绍。游戏在中国因为尚未正式上架，暂时名称为代号海，这懂的都懂。游戏由中国环超网络旗下的 YOLK 工作室开发，在 TAP 跟 B 站满分十分的预约榜上，分别获得 2.8 分以及 2.6 的超高评价。正所谓十年创业无人问，一举复平天下知。而这游戏到底具有什么比现实还要魔幻的操作呢？能让这么多广大的中国玩家感到如此的开心、喜悦、欢乐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首先，这款游戏是真人出演的女性向游戏，没错，真人出演，分别由中国艺人张菲菲、赵一博、方晓彤等真人领衔出演其中的角色。他们都是属于新生代艺人，所以包含我跟各位不认识的话也很正常。反正在这个网红已经比便利商店还多的时代，只要有心，人人都可以红。那我们先理一理厂商的逻辑啊，可能是他们觉得二次元女性向游戏不够有噱头，所以想搞点创新。但如果做 3D 的话，又可能会因为受限本身技术力不够，让画面的表现反倒显得更糟糕。所以某个主管就异想天开，搞了个真 3D 游戏，直接把现实砍进游戏里面。我已经不知道该说厂商是想创新，还是想创死自己。不妨大胆猜猜看，为什么大部分不论是想媚宅或者媚女的游戏，都是以虚构而并非真实人物为形象？先不论是否能提供足够人设，光在游戏代入感上就是个最大的问题。而上面有解艺人本身在现实就是已经有女友的状态了，所以是要让玩家在游戏中享受 NTR 别人的快乐，还是要让他们现实中的女友享受被 NTR 的愉悦呢？当然，不论如何，最后玩家都是属于花钱帮别人养老公戴绿帽的角色，他们始终不会真正属于你。那 OK， 我们再来俯瞰一下。退一千万步来讲好了，如果我真的是某艺人的超级粉丝的话，为什么我不选择直接去支持抖内他本人就好，要给你游戏公司抽一手，然后还不见得营收会分给他们？这不是脑袋破洞，就是脑袋本身就有洞啊。那游戏具体呈现是什么呢？首先给玩家谜一样般的感受，然后塞给你一堆尬词，开头就是一段莫名其妙的戏码，玩家被绑在椅子上，然后有人对你说，你真的超可爱的，哇靠，这放到现实的话根本就是超级变态吧。然后开始播放各角色的尬 PV， 真的看得令我狂起鸡皮疙瘩啊。今天即便换成女性角色带路来迎合我这类直男，我还是觉得这他妈的怪啊。然后就进入了战斗消消乐环节，我真的是傻眼，这真的是什么超现实主义啊，达利都只能自愧不如了。我真的是无法理解也想不透这款游戏的开发是怎么样通过提案的，该不会这款游戏是某个狂粉基于个人爱好所投资的吧。然后后面又开始各种意义不明的影像穿插，塞入各种照片跟看似意味深长的文字台词，让你觉得哦好像有什么。但老实说，这种意向明显的粉丝游戏去期待剧情有深度就算了吧，就是专门用来提款粉丝的游戏罢了。那我们直接来看看它的氪金抽卡吧，不只有月卡、年卡，还有 VIP 机制，真的不论什么乐视游戏换上什么皮，依旧能找到这些花样百出的骗氪套路啊。而不算手熟的话，实抽约900元左右，真的是哇哩哩干你娘嘞，非常敢开价，就是卖玩家几张不会动的 JPG。 当然我不是要贬低摄影，拍照跟摄影当然也有技术门槛，但对比制作 3D 建模来说一定是更省事的。而且这在过去你只要上明星商店都能买到的各式各样的照片，最便宜的都不用20元，还附带防水防尘的护背，只要保存得好，甚至放到你死都不会褪色，而且各种滋滋事都有。然后放到游戏内十张卖你900元，然后除了截图以外，官服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还不如直接上网抓图保存。而且真的有这个闲钱，直接买本写真书不就好了吗？有男有女，量大管饱，而且更能直接的支持艺人本人啊。厂商真的该回头想想，为什么这市场没人想去做，好像显得你特别聪明一样。最好打好那些艺人都不要有任何负评啊。下一款东篱剑游记，台湾代理是中国英雄互娱的子公司迪诺游戏，游戏开发商是挂在一间瓜力科技下面，而这公司的股东成分其实也算挺复杂的，包含什么勇士网路啊、鹰角网路啊、真有趣，还有专门量产垃圾换皮的最大股东爱游，只能说是一间把各种矛盾组在一起的厂商了。而东篱剑游记本作原 IP 为台日合作霹雳布袋戏系列之一，
剧本还是有那名大名鼎鼎的虚渊玄操刀，但我本身对布袋戏没有太多的涉略，最多就是看过相关的电影，像是《圣石传说》《宝岛少年》上面连载的《霹雳狂刀》。那以前看过的电视剧，也大多是小时候跟阿公一起度过的回忆啊。知道几个知名角色，像是什么素还真、乱世狂刀等，大概也就这样了。其实真的也不是很熟，所以我们还是来看游戏吧。首先，这是款 3D 动作游戏。那先来看看这个让我难以理解的 3D 建模，这极具年代感以及劣质换皮的品质，搭配性感又锯齿感的线条，再来一点低廉的贴皮材质，感谢厂商，赞叹厂商，让我再度又能在2023年体验到2013年的游戏。先不说各种大大小小的穿模，这出演的 3D 动作也是僵硬到不行啊，真的是忠实在还原布袋戏的布偶感啊，这个厂商用心，我哭死。然后看到这个什么 T pose 加上不自然的裙发飘动，还有后面那位小姐姐，别以为我没看到你在发呆摆烂，这场搞得看似慷慨赴义的演出，实际上根本就是大型搞笑现场。后面还有一段女主角被追逐的戏码，你就老实跌倒就算了，那 3D 建模是硬要加个滑铲，这多余的物理演算并不会让玩家觉得生动，反倒显得超怪的。然后对话如果遇到那种不重要的路人，厂商是连建模都直接敷衍不演了。如果你想省成本不想建模，就干脆用图片带过就算了。像上一款也拍很多张啊，借一张也不是问题吧？不然 UE 引擎自愿买一下，应该也不费多少钱吧？真的别放个粗糙的模型来秀下线了、啊。还有这个自刎乌江的戏码。真的拜托，如果 3D 真的不行，就老老实实用个黑画面或者音效带过就好。这到底是什么沙雕式演出啊？而且这角色玩家还是能抽到的，根本就是搞什么割裂式体验。那我们还是来聊聊战斗吧，毕竟建模不行的话，至少主打战斗要做得好吧？还是不行。首先这最基本的打击感完全没有协调好，动作反应、攻击、音效、特效都在各打各的，就是那种只求有不求好的展现。反正台湾人呼弄呼弄一下就能随便乱割了，也不用这么认真做。再来，玩家也是处于那种薛丁格的回馈，被攻击的时候就是介于有跟没有之间，有时候上一关被打有反应，然后下一关又没有了，各种体验都要碰运气，麻烦动作设计稍微统一一下吧。而战斗中可以累积那个我没有搞懂的集气机制，你可以召唤队友出来帮你打一段时间，那这个时候你只要站在一旁笑就可以了。还有一些简单的 QTE 机制，但老实说真的都做得挺糟糕的。然后前面有个关卡会出现一个看似社气担当的女反派，但厂商又再次用实力告诉我们，别想靠两粒史莱姆就轻易拿下宅宅。不好看的东西即使全裸摆在眼前，也只是令玩家波澜不惊，跪求施主自重自重。然后我不知道现在有哪款动作游戏的 BOSS 被攻击一段时间以后不会提供抗打断或者霸体时间，可以这样被不断打出僵直无法还击，还有小怪也可以被无限浮空连断到死。这开头都能这样设计，那未来的战斗机制烂掉也是迟早的事啊，到最后一定又是在比谁氪得多就是无敌了。而战斗有加入经典的魔女时停机制，但触发条件非常的宽松，却又难以掌握。一般我们被打到前，只要闪躲后就可以触发，这可以很好理解。但各位看这个片段，我人连动都不动都能触发，这底层的判断是到底是怎么写的？缘分发动是吧？然后你一直点闪躲，即使对方一动也不动，我也能发动。我真的是服了这个工程师啊。而战斗技能跟特效也是各种莫名其妙，像是这个可以不断把自己戳穿的光特效，还有我明明是一个近战职业还可以放个远程的火焰漩涡，感觉上就像是把其他游戏的模型套上去而已。因为场地做那么大也真的有点意义不明，不如考虑做的小而精，让建模品质提升，还有多少也给敌人投射点影子吧。这战斗看上去的立体感真的是差到不行啊。总之整体的战斗体验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把换皮 MO 的模组搬过来，只差少了个一键战斗跟自动寻路就完美了，真的毫无动作游戏的手感可言。除了糟糕以外，我实在想不到别的词了。那开头这个界面乍看起来想做的很有趣，让你可以操作角色走来走去，那先不说这个相应的 3D 模型吧，你好歹把场景做的精致一点吧。如果你不想做的话，倒不如直接放个角色 Life 2D 还比较美观点。再来看一下我这个一直都不想提的美术建模吧，这游戏唯一的优点就是这个 2D 立绘还行，没了， 3D 根本就是一坨灾难啊，真的对不起那个非匿名指令，当时我说话是大声了一点，你们是真的努力过了，没想到比烂还有更烂的。然后这两位女角色的胸部，上一次看到这么僵硬的建模还是在那一款开年大作啊。养成方面我就没去深挖了，毕竟最基本的机制都能做得稀烂，也别指望他其他能做得好了。而氪金方面本次并没有开放，目前是人物保底70抽以后就是缘分的抽碎片、经验还有钱，单纯用来坑杀玩家以外毫无意义。而武器池看似有六只抽保底，但也都是转武，抽到你也不能共用。那依照中国很喜欢648这个数字，盲猜一波十抽大概也会落在近900元左右，在外加换皮氪金模组必备的周卡、月卡、季卡、半年卡等，然后 VIP 特权也可以考虑来一下，再塞入各种花式手厨礼包、手厨必得角色武器等，一款只有玩家受伤游戏。
东篱九游记就这样加工完成了。总是标榜内测体验不代表实际上线品质，结果最后的差别都只在完善氪金体验上。结论：九子回头金不换，衣锦还乡被割烂。我当下玩这一款游戏的时候，表情真的是皱成一坨啊，不知道在玩什么鬼，也实在玩不下去。有些厂商知道要割韭菜，刀不能磨得太差，多少要有点卖相。一款是偶像 IP， 一款是布袋戏 IP， 然后拿掉 IP 包装以后，真的是连屎都吃愧不如啊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冰的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